绍了一些常见的一些闯关游戏挑战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真正的挑战。Go！ 我们要在60秒之间唱出10首歌词里面有我爱你的歌，而且一定要唱到我爱你这一句，然后不管是什么语言都可以，然后我用手机计时，然后我跟你一起，我们来看看这些所谓的新娘的闯关的关卡到底是有没有可能可以成功。你先咯。我先了，好。对，因为我现在还没想到。我想要一两首，好。好 ，OK， 开始。我爱你，我爱你，我用尽所有美好梦想，就算这吉他手。撒浪嘿哟，只对你说 ，I will love you forever。林俊杰。I love you， 国邦，五月天。好，我们不要轮流啊。我爱你，你是我的。朱朱丽叶。对。罗密欧。剩几首了？四首。四首。那个卢广仲怎么唱？你说他根本叫我爱你，对不对？对。哥，我突然想不起来哎，哎，时间压力也蛮难的耶。哎，哥，爱你不行，爱你不行，那我爱你啊。好了，爱你不要，那他好难。爱你不是因为你的美而忧愁，哎，时间没了。好，我们失败了，是不是？好难哦。不行啊，我们太烂了，我们要再挑战一次。好，但是我现在唱。而且我刚刚唱的歌都好有年代感的。就不是年轻人啊，我们。那我觉得我无法。那我改谁？改谁？分钟。还是我就直接进入下一个游戏，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可以，因为这太难了。好难哦。好，这太难了。好，所以根本不可能在60秒之内。可以啦，可能人多一点，我觉得可以。我觉得伴郎都不可靠。那我们现在要挑战下一个。接下来我们第二关来挑战，就是在红豆绿豆的这个混杂的这堆里面呢，排成一个爱心的形状。因为我觉得英文名字太难了，就用天线排下来。对。然后我今天去买红豆绿豆的时候才发现，一样的红豆跟绿豆它们价钱是2倍，就是一包绿豆在莱尔富才38块，然后在那个红豆要70几块。好，反正总之就是绿豆没什么价值。好 ，OK，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小知识哦，希望大家心两个记下来哦。而且便利商店其实买得到红豆跟绿豆，如果重灌的时候万一准备道具，其实还蛮方便的。看一下这个红豆绿豆的比例，这应该算是还 OK 吧。好，那我们就计时1分钟。好，那你让我们讨论一下战术。你负责这边，然后我负责这边。你就排一个这样半爱心这样，计时开始。哦，不行哎。先把它抓出来再说啦。哦，我忘记介绍一下，我们的 Edison 呢，他是自称就是超会拿筷子的筷子达人。哦，你现在战术是要先把红豆挑出来再来排。对。不行，这样已经来不及啊。哎，你怎么会2分钟？我刚都想2分钟。哈哈哈哈哈哈！我说。1分钟怕来不及、啊，所以你觉得1分钟是绝对不行的。不可能，我们才2个人而已耶。哎、欸，可是我的手会发抖哎。对啊，你好弱，我都加几个，还是你负责排？啊，好好，我来排。好。你看，哎、欸，我发现排很难哎。对。排很难哦。可以用手吗？好，不用手。你要问新娘，你要问伴娘啊。可以用手吗？还是我就排个很少很少的爱心，然后算完就。对。真的不用筷子哎。你用手吃饭。我说这个频道不能这样。好，我走完半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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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漂亮好不好？你看，天哪，有没有？帅啊！好了，那我们这个第二关红豆挑战勉强过关了。好啦，因为我们是2分钟，所以这个关卡还是有可能可以赢得。如果你的时间也有2分钟的话，好，接下来第三关我们要来挑战，就是这个麻将冰桶挑战，就是520拿2桶的1桶。然后1314是1锁、3锁跟4锁这样子，要2个1锁。对，要2个1锁。好，然后我们时间有60秒。哦，我现在要把我的冰块放进去。为什么不打我？哎，怎么开冰块啊？哎，这是挑战之一。1分钟之内打开2包冰块，哎，我开了，好的，现在，哎呦，好像没有很多哎，是应该要买更大包才对。好了，现在对我们来说已经很困难。嗯，你是一个耐冰的人吗？嗯，耐冰也没法耐久冰。刚刚我们的那个 Edison 大师说，他是一个摸牌神人，摸牌达人，据说就是靠摸一摸就可以知道是什么牌。5桶会难一点，为什么？5桶就是第那个吧，那些其他的有一些3条、4条、1、2桶，觉得不太妙。好，就没有开，我们这样子没有开。好冰哦！我放弃，直接进城吧。哎、欸，这好冰哦！难了吧？现在已经就是里面有非常多，好
非里面有非常多的麻将。你这个要一分钟哦、啊嗯。好，那我们分工。不用，就摸到什么呢？反正就五二一筒，然后一三一四锁、啊。好，准备一分钟。计时开始。开始。哎、欸，手很动哎、欸。哎、欸，这哎、欸、真的不行哎、欸。五条。啊，手好痛、啊。五条不是吗？不是你啊。三三三！哎、欸，我让五条放回去。妈的！我让五条抓一把，然后看拿起来看。可是你还是要丢回去啊！哈哈哈哈哈哈！太痛了！比想象中的痛好多。行哎，这是超冰的哎。对啊，为什么会这样？它那个冰是很痛的，就是你的手会被，就是。哎、欸，真的不是开玩笑，比想象中的还要难。我们刚刚真的觉得很简单。所以就是新娘，这个光彩不行。我刚买的时候就在水里面磨，然后没有到什么。你没有办法在里面撑太久。对，我摸一张牌我就不行。而且这绝对是会冻伤的，好不好？所以冬天不要玩这个闯关游戏。觉得大家可能想要为了真心来真心玩，好痛、哦。我们今天三个关卡，一个是那个二十秒唱出五二零一三一，五二十秒唱出那首歌，二十秒唱出就是二十秒，六十秒唱出二十，太冰，有点失去理智。六十秒唱出二十首我爱你的歌，十首我爱你的歌，跟六十秒夹出那个红豆的那个形状，跟这个红豆的形状，你觉得哪一个是最困难的？最困难的，这个啊。那就最简单的就是红豆的形状，而且其实那个你硬要排大的，应该也是很。如果还有它，因为你没有那个嘛底图嘛，照底图，如果照底图排的话，可能会比较难。好，由此可见，新娘跟伴娘安排闯关活动，基本上就是没有要让新郎跟伴郎过关的意思，所以就是大家自己各自保重。好，最后我想要来试验一件事情，就是你说你可以摸牌吗？嗯，我要来试验一下到底你有多会摸牌。所以现在变成是那个嘛赌博节目是不是？好，我已经选好了。OK， 好，来，请摸。我不想啊，超快耶、欸！天哪，好摸、啊，不可能，我再找一个。好，换一个，这个。我以为这只是传说而已、欸，哎，没有啊，是怎么样？万子，我就要啊，好厉害、哦！万子我就不太行，我就要一阵子九万子。天哪，超厉害了！哎、欸，你会红哎、欸，最好是大家都会啊。参加哪个节目？不是，他的节目《力古力古乐翻天》。我就以前。希望今天这个所有的闯关活动都可以带给一些想要安排迎娶闯关的新娘一些帮助，嗯，对不对？都是一些蛮有趣的事情嘛。各自保重了所有的新郎跟伴郎们。那谈叔，我们下次见喽，拜拜。